越南大使馆的这项庆祝酒会今天晚上6点在台北市赛宝大楼举行，由参事办办阮福敦主持。前往参加酒会致贺的有总统府秘书长张群、行政院副院长蒋经国、外交部代部长陈雄飞、亚盟中国总会理事长古正刚、各国驻华使节和中外贵宾等100多人。外交部代部长陈雄飞在酒会中曾经代表我国政府向阮福敦参事代办举杯致贺，恭祝越南共和国国运昌隆，阮文绍总统政工康泰。